Yo, what's up？ 欢迎回到高凯乐 YouTube channel， 好久不见！见好久没有做 vlog 了。没有东西做的话，还是不做vlog。我相信你们看到台灯，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今天要见谁了。现在我们去机场见他们了 ，Let's go！ 现在回到我们的家了，休息一下，然后可以讨论一下明天的拍摄的东西，然后他们现在在安排他们的服装。这是在 complain， 可是你不一定是在 complain 吃的，进来这种的啊，对。他们其实很压力，因为遇到我这样子的人，因为这首歌呢，它就很可爱，所以我就希望他们有一点跳舞的 element 在里面。所以他们在来古晋的这段时间，其实都很压力，他们每天都在练舞。然后现在来到这边，本来以为可以休息，结果还是给我刁难。练完舞，肚子也饿了。耶、yeah, yeah, ，饿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咖啡咖啡吃晚餐。嗯。要很浮夸的表情。哇！哒哒哒哒哒哒哒。第一次。Must try， 好吃。这一件衣服颜色不行。要12:30了，他们还在这边练他们的手舞。TikTok 是有的放慢两倍，我们这个连一倍都没有。是没有的放慢，你看，来，我们快快的。我就说都可以，随便你都可以。结果我做决定，你会不开心，不愿意开始生闷气，难道要我去学读心？还是去统领这一件衣服，颜色好看吗？我的色盲看不清，好难啊！很难，难，还要训练当中。加油！Good morning, everybody. 昨天看了他们的舞蹈，我觉得应该是会蛮顺利啦，因为他们已经练了很多天。对，我们是很热血的年轻人，我一起来就很热血啊。Let's go. All right, 现在我们到了第一个场景，我们即将开工。现在的时间是9:30。这一间 show unit 真是很漂亮，他们有很多间 show unit， 可是我们觉得这一间的整个设计跟颜色是最适合我们这一次的 MV 的拍摄，所以给你们看一下。难怪他们有 feel， 很专业的，这梦华西，那只浪就投的啵，那就，你不来这这样哦，集美一下喔。啊，是我们第一个场会在这边，这个是房间，然后刚刚本来我们有这个床架，然后我们已经把它移掉了。现在的时间是11:09，我们要 start 我们的 deck 完了。结果我做决定，你又会不开心，不愿意开始生闷气。难道要我去学读心，还是去统领？说一说，看你呀，你自己决定。我就是不决定，不可能才会去问你呀。一摸不。Chorus 跳舞也不用，来，我们 try 一次。很好。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是蛮自然的，只是一开始他们可能会有一点紧张，然后他们要一段时间的去适应。现在的状况其实是蛮不错的。每次问你都说随便，现在一件又一对。这一件衣服颜色好看吗？就是色盲看不清，说一
然后再第二个 chorus 你再跳进来这样子了 OK 跳 go 你很自然的，你不是要跟他抢的，你真的是在睡觉。Good night。对你的开场的，哇，好像很重要哎。脚毛。所以你们要很脚毛。哈哈哈哈哈。二三。每次问你都说随便，现在意见又一堆，争吵不休在餐厅前，干脆回家吃泡面。我们房间的戏已经拍完了，床戏拍完了，希望不要中黄标。来，看到你要来了吗？准备吗？然后就在那边吗？可是你就没有管他，所以他就有点，所以就把他拉下来，所以你们两个就坐面对面这样子，然后你就跟他玩那个塔罗，坐到这个放地板比较有那个。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东西。有三四五吗 ？Hello, brother。眼镜前。我就说都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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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便你都可以。结果我做决定，你又会不开心，不愿意开始生闷气。难道要我去学读心，还是去通灵？你看，不用了。是我决定不可能才会去问你啊，一模不关心。那些敷衍的话语，我们都别再提。约好心口如一，对爱更真心。看看不是什么看不清楚，看你呀、啊、看你呀、啊、看你呀、啊、看你呀、啊，你自己决定。我只是不注意，不可能才会去问你啊。一抹不关心，那些敷衍的话语，我们都别再提。开交开交，一起玩一起玩，随便你们玩。我们现场有一个很严重的东西要抓，然后我们派两个人去抓，我们来看他们抓什么。一二三，有有有！陈杰能不能给我肯定一点的结尾？看地方，阿力的照片出来了。OK, bro。然后我就会给你讲，我就会讲，看，然后你们这样，就这样，听，来。很嗨，很嗨，我还可以拍到三次，因为我们是有活力的年轻人。对 ，Yes， 九九年的就是不一样 ，Yeah。对，三个都是九九年的。没有，呸。现在只是六点，很有 feel 哎，这个。回家吃泡面，淡然这些话，只在心里小剧场发挥。说我都不了解你喜欢讨厌的一切，不心还是去同理。整件衣服颜色好看吗？我这色盲看不清。说你说看你呀、啊、看你呀、啊、看你呀、啊、看你呀、啊啊，你自己决定。我就是这。两种频率要怎么切才能够配对？明明我们都用中文，却老是沟通无解，争论到底谁错谁对，永远找不到症结。能不能给
我肯定一点的结尾。我就说都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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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便你都可以，结果我做决定你又会不开心，不愿意开始生闷气，难道要我去学读心还是去通灵？这一件衣服颜色好看吗？紫色难看。你的看这个颜色好了，你是自拍，自拍耶，是啊，呜 OK， 所以自己拿着再拍了，他们玩 game 的 scene， 那我们去厕所拍了，我们这边就完了，加油，这赖了，这赖了，没赖，呜 yes， 呜大便这样多，你看这，大便啊你，大便啊你，看这些幕后的人是多么的辛苦，谢谢你们。All right， 现在的时间是要八点了，其实比我预算的时间还要迟很多，可是 at least 我们 wrap 掉这个屋子的 scene， which is the main scene， good job， yes。我们现在要去吃，然后我们要去第二个场。City 了，我们要去衣服店拍他们有一个就是女生的心情。每次我们问男孩子这件衣好看吗，他们来随便随便都可以这样子。谢谢 Selina， 因为她借我们车。哒哒，要不然我不知道我们要载多少轮这些东西。今天最有正能量的人 ，Yes， 我们还有 Energy， 我们现在要拍最后一个新娘。年轻真好。所以我们来到了 Viva City。Yes， 这间是叫 Air Store， 对，他 sponsor 我们这个地点，对，非常感谢你们 sponsor。今晚他们会开到十二点给我们，所以这边还是亮了吗？嘣嘣，然后灯直接换，换去 drama 了，对，这是 drama， 阿南，噔噔噔。现在十点半，我头脑已经不会动了。OK， 等一下 ，OK， 我们这样子，他这样看，这样女孩子是应该要看去右边。右边，这对啊，不是？是这样就对了。啊 ，OK， 好，就是这样。原来你需要我在呀、啊。在这儿。一次，说随便。来，这个放起来。然后我们就会接那个刚才你们跳的舞的那个。OK。OK。哇！讨厌的一切。我问你，你也说随便，衣服裙子怎么配？表演没有品味，约会居然穿凉鞋，当然这些话还是藏在我的心里面，嫌我丑脸还不是你毁了一切。两种病。现在是十一点半，非常辛苦，这边的心很难很难做，吃了很多很多的时间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要继续，我们剩下两个场景，加油。心还是去通灵，这一件衣服颜色好看吗？我这色盲看不清，说一说看你呀、啊、看。你累了吗？还 OK， 口很可爆，不用紧，全部都一样，忍一下。换很多件衣服，就是这样出来，然后摆 pose 摆 pose 摆 pose， 看之后刚开始讲做那个 editing，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对我。OK， 好，耶！第三位，恭喜，高中，
我说真的，虽然是累，但是不懂怎么那个累到是很爽的，很兴奋哦，很兴奋，因为是自己的作品，是，我很期待。然后我们完全没有在担心刚才这样拍，我们已经拍完今天的新了，现在的时间已经要一点了 ，Good job， 你们是最棒的，他是最棒的，大家是最棒的 ，Yes。我们现在在罚他们写字哦，罚抄歌词。哎，我们是有诚意的。我第一次也是字幕哦，是用手写的繁体字，因为写一行字，一行字发的字越来越小。你的很多哎，都是跑歌，是吗？你几点上啊？哇，我不懂。我觉得一个小时有吗？有了。啥讲？原来其实那个是 prank 的，我没有要写的。一笔一画写出来的，这是我开心。你们看，耶 ，It's a red， 耶。你要懂，我们每次拍 MV 会迟到，不是我们问题。你看这种情况。我来啊！OK，Let's go，shoot。一转眼我们又来到下一个场景了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叫 Wonder Boom 的地方，它也是其中一个赞助我们地点的地方，谢谢 Wonder Boom。 我们在这边会拍他们约会的画面，浪漫晚餐。我们现在要 set out 了，他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拍他一支 solo 在里面的晚餐。现在轮到有力抄歌词，我的一点点罢了，所以我可以慢慢写。加油啊，多谢！加油啊！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，随便你都可以。结果我做决定，你又会不开心，不愿意开始生闷气。难道要我去学读心，还是去同理？这件衣服颜色好看吗？啊，我这色盲看不清。哦些敷衍的话语我们都别再提，约好心口如一，对爱更珍惜。现在是我们这整个 MV 的最后一场戏，六点三个字，大概多一个小时。OK， 走进来。是机器人吗？没有。六七八，每次问你就回家吃泡面，然后开。每次你出来吃泡面，你都带我来吃，这样的东西你还会给我吃什么？每次问你都说随便，现在一间又一堆，真差不输在餐厅前，干脆回家吃泡面。当然这些话你只在心里下句说，我不了解你喜欢讨厌的一切。OK， It's a wrap。团队我觉得很好，因为有一个很正能量的人 ，Yes， 他做得太好了，是完全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完全可以去古晋玩了，知道吗？可是你明天就要回啊，是明天就要回啊，所以我今晚要玩到比较够力一点，也是希望你们来支持我们这首 MV 啊，因为是我们第一首的歌，也是高凯拍的，你看我们相信高凯，第一首歌交给高凯啊。说真的是蛮感动，因为我一直以来想要就是自己出一首歌嘛，然后要自己去拍这 MV 东西，很期待哦，然后现在是非常兴奋的状况，就有点不舍得咯，就拍完了过后就很不舍得大家，就是要离开古晋啊。对，希望有机会再跟古晋的朋友见面。对 ，OK， 希望这里有商家可以找我们，我们可以来这里唱都可以。哇，可以，可以，都可以。Okay.这一次的 MV 真是很开心，因为一个东西很不可思议的，就是在我们还没有那么多 profile 的状态下，大家跟刘恋都没有 meet 过我们，然后一有他们的歌，他们就开始确定要我们拍摄，所以真的是很
不可思议。基本上我们只是 video call 过一次，高凯都没有 meet 过他们这样子。谢谢他们是配合我们的时间还有地点，就是因为我们年尾会比较忙一点，也不方便去到外面拍摄，所以他们都没有第二句话，我们要在哪里拍摄，他们都过来这边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，一定要去看哦，因为是我们的心思。很开心，因为 DW 会相信我。Before 这个我们是完全不认识的，有一次他就拿到我的 contact 了，就联络我，然后就 on 掉了，然后就是一直在 WhatsApp 上面联系而已，然后就 video call 过一次，他们就飞过来了。你会压力吗？其实一开始他们找我的时候，我会压力，可是真正聊了就完全就不会轻松，很开心他们愿意相信我们了，来到古晋。其实跟之前 inside 他们一样的状况，之前也是很开心，他们也是一样的这么相信我们来到古晋。嗯，很好。哇，我无法感慨。他的歌本身就很有画面感，想 idea 上面其实都不会难，而且他们很自然，超自然的。这也是我们的生活。对，因为太贴切了，太自然了，这首歌又很适合他们。歌词写得很好，找他对呀。好，这个 team 超好，真的是很好。我想派你们结婚呢，或者求婚。哇，可以哇，还没定啊，高凯说没定啊，要结婚也是可以找高凯。这个好像是一个帮高凯宣传的一个。要跟女朋友求婚也是可以找高凯。所以这个 MV 已经在 DDW 的 channel。那如果想要听我们的歌，请到我们的 DDW channel 去听我们的都可以的歌，也是高凯拍的哦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这首歌啦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分享还有留言，然后请记得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一次再见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完全不会累，现在是很嗨的状态，我很想吃菠萝蜜，刚要玩嘛，知道吗？这个缝还没玩呢哈，还是滑掉。OK， 所以我们在N screen 上面，我们会穿插一些你们去古晋玩的东西。OK， 可以。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去古晋玩了，玩透透。OK， 玩一个早上，玩一个早上。打卡圣地。哇！塞哦！沿路旁边啦，要用崇拜的速度干。天啊！不一样的人，不一样的人。有点像虾面。很像我小学有吃过的味道，是咖喱味，可是是那种特别的咖喱。这个更好吃，好吃啊！这个好吃，我喜欢这个。这是西部的，然后这是古晋的。我喜欢这个干盘的，我是第一次听过哎。我味道很特别，好吃，很神奇耶。番茄汤的皖南河。直接感觉整碗不够，这地方也是很好吃哈。没有毛病。耶、yeah, ，要离开这个温暖的家了，很开心啊。结冰剑带我去浪一波，对，好，拜拜，来你们来结冰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来结冰啊，好，好，真的真的，可以，拜拜。